好，开始要办尾牙了，大家要问问说这个年终奖金报多少钱呢？下半年呢，这景气急动，所以石化报价也不佳。台塑四宝第四季的获利估计呢，比上第三季差。台塑集团年终奖金恐怕比去年 6.1 个月还要低，大约只有撑在 4.7 个月。台塑集团主管呢，不讳言的说，要挑战5个月真的不容易。不过呢，工业电脑龙头研华在今年的业绩比较去年成长，年终奖金呢，最高是上看7个月。